二弟呀，功高震主的是你呀！至于说到寿数长短，此时的刘皇叔不正是命悬一线吗？至于如此而斗，你愿意辅佐就辅佐的。若是你觉得…… 他不成大器，你可取而代之，自立传书，承继帝位。相父还有什么忧虑吗？陛下，臣刚才观鱼时，确实心存忧虑。这水面上的鱼，臣都看见了，但水面之下的，有没有臣没有看见的鳄鱼？